郑州车站以前开展了一个活动叫厕所革命，对这个所有的郑州站所有的厕所进行一个整修，然后在过程中然后新上了这套设备。就是功能的话，就是比如说门口呢有一个那个这个厕所站引导牌，这个牌呢会显示那个蹲位情况，然后你随时可以掌握到哪个那个蹲位有位置，哪个蹲位没有位置。在没有厕纸的情况下，你只要通过站在那个脚印上，然后通过人脸识别刷脸厕纸机会自动会为您提供厕纸。它这个有这个人脸识别嘛，就是人脚站在这儿，然后面部对看着看着，一会儿就那个纸就自己出来了，挺方便的。因为自己有时候忘了带纸的话，用这个挺好，我觉得很智能，很方便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